大脑进去，进去，我有，我自己也有兴趣哦，他是用推的。这里就是放木头的，对啊，我主要是先放木炭啊，然后小小的柴火这样子，小小柴火，对，而且它这边还有做缺口，做让你做有烟囱效应，就是你就算盖着它也可以慢慢去慢慢烧。哎，可是这里你有也做一个烟囱啊？对，它就是从这边进气吧，然后从进气，对，哦，进气，这底下有一个那个，对，然后出这样子。你推这一款就对，好用，我觉得蛮推的。如果你不 care。这样子造型啊，因为其实外面有些那种是浴空炉或柴炉都比这个还好看多了。哦，对，就是像烟囱也是比较好看，嗯哼，造型都来说都。他们烟囱应该是圆的啦，对，他们通常是圆的。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扁的，啊，圆的就不好收。对，有一种是铺成一张纸然后摊开那种的。啊，对，可是那种就是安装上来就不会像他这样子这么方便。好，对，你这个有要收了吗？现在？这个可以示范一下，然后示范一下。哎，我有，我自己也有兴趣哦。它是用推的，好，就是这样脖子。它是哦，哎，这个赞哎，看好双十一过了，可恶。哎，好小哦。而且这个台湾好像蛮少的。我第一次看到，就蛮少人看到用，因为上次就是之前看到淘宝有在卖，所以就。赶快下定，对，买来看用看看，其实还试一下烟囱的出口，也很好清啊，对不对？其实也不用清，口都蛮大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你现在出去户外都是用这个主动，你不用卡式了，卡式炉还是会卡式炉啊，因为有时候到山上啊，到一些地方是。高山炉的那个，对，你的那个火，这个放在那火力其实不够，嗯，对，不够强。你变成说你煮东西要煮很慢，烤暖用的。对，所以像这个，像这个的话，可能就是稍稍热开水啊，热水去煮咖啡，这还不错啊。对对对，就是温热，对，温热温热的，赞。如果烧木炭，为什么还要用煤炭？那个还要用这个木炭吗？对啊，因为我想说昨天就这边比较晚来，不要再慢慢生活了。对，要劈柴的话就比较好，要劈柴。这边的木头比较湿啦，哦，要烤的会比较久一点。哦，所以我就了解。哦，这样用这个直接用木带哦，带一包，对 对, 對，快一点，了解。然后这里面的灰，就它，你看像它的木炭这些，嗯哼，就是会烧的比较完全一点。哦，对对对。你倒掉就好了。哎，不错哎，烤出颜色了，蛮好看的哎。对啊，慢慢烤。那时候买的时候它，我们是挑这一款的，它有，这是不锈钢款的。嗯哼。他们有另一款是用，就是用钛做的。哦，钛哦，哦，不是更轻了？钛会比较轻，可是像我是不喜欢它会太烧完的颜色。太烧完会。对，太会有点那种粉彩，对，粉彩，对，金属啊，光泽，不太喜欢那种。你喜欢，我们老车都是喜欢旧旧的。对对对，我懂，这个我懂。对，你看，大家一直说要我改色，我不要，我就是要原来的颜色，就是要它原本的样子。对，哎，真的很难得。昨天你如果早点来，还有两台那个老车。真的吗？对啦，昨天伟思牌啊，兴旺啊，对，你应该是会啊，你会，我们会去南港展览馆的，都是有兴趣的。啊，对啊。然后就是这样子，嗯。哦，还是这样。嗯。它也算是一体耶，就是不用再拆了那样。了解。
哦，酷。对，那它大概收纳起来。好。是。哦，它全部就是这样一体就好了。对。哦，靠，赞。大概十五公分乘十五。收完大概就是这样。哎、欸，好，哎、欸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对。哇，而且我喜欢它烧完的颜色。好。哦，你好会挑东西哦。你知道买这个是多少、啊、那时候？那时候买好像快三千还是四千？三千，嗯哼，对，就加运过来嘛，加运过来，对、啊，因为要运过来。可以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体积这样收刚好哎、欸。对啊。好好好。其实是还不错。我回去找。它有个袋子，然后就哦，还有袋子，就收纳。就是、你可以找一个袋子，然后把它收起来就可以。哎、欸，我回去要打什么？御空炉吗？这个、啊，这个，你说在淘宝上吗？对啊。对，它就叫御空炉。我就打折叠御空炉这样子。好。可是它的版面没有像其他御空炉来的多，所以要稍微看一下。要找，它是小厂的。对，它比较小厂。销量哦，那你就是很用心找才找得到。就刚好有看到他们这个，因为我们就是有考虑这个空嗯哼收纳的问题的。好好。